我们的秀才动作蛮快的嘛，捷足先登了。彼此彼此，我是蹦鸟贤费啊。哎，家祥啊，我这里看到了一篇文章，你看啊，哦，在这里这一段呢，写的相当精彩哟。起来了，主席，主席在哪儿？主席在前头。主席，贺姐，贺姐她负伤了，伤在哪里？重不重啊？很重。飞机轰炸时，她趴在伤员的身上，头部和身上中了好多弹片。傅医生正在抢救。他说什么？他说贺姐可能救不活了。拿着。主席，子珍怎么样啊？子珍他，傅医生，有什么情况？你就照实讲吗？子珍身上一共有14处弹伤，失血太多，我只能把浅表皮的弹片填出。可现在骨头和肌肉里的都没法动啊。我已经注射了强心剂，可是情况还是很不好。主席。子珍，子珍，让我下去！我要看看贺姐，我求求你们了！你冷静点，我要看看贺姐。主席，贺姐是为我付的账，我当时应该把她推开。我真是混的，真是混的。贺姐，你要挺住，贺姐，你是伤员，他应该保护自己的同志。主席，贺姐不能死，贺姐要挺住，贺姐，要挺住。走吧，贺姐，要挺住，要挺住，贺姐。傅医生，我判断子弹是打到心脏附近了，所以出血一直不能止住。可是咱们没有输血的条件呢。那我们抬着他走，到了有条件的地方再输血。不行，他目前正处在特别危险期，要保持绝对平稳，不能有一点点颠簸，你知道吗？那队伍又不能停下来。是啊，只有放在老乡家。我去请示主席。好，不用了。部队确实不能停下来，照你们考虑的意见办吧。傅医生，主席，傅医生，主席，你怎么？我考虑过了，不能把贺子珍同志留下来，一是无医无药，无法治疗；
二是安全没有保证，就是要死也要把他抬着走。担架员不够，把我的担架员调来。好，我同意。我先留下来观察几个小时，等情况平稳一点再上路。副连长同志，在江西余都的时候你救了我一命，今天你务必还要救救自珍的命哦。我一定尽力而为。拜托了，拜托了。